少见的啊。您倒好啊。哦，好好好，家里都好。都好都好，家里都谁好？都是谁？这让我怎么回答？还都谁好？看您问谁了。问谁呀？问老太太。您的老太太好。哦，我母亲身体可硬了。大娘好。好好好。婶子好。谢谢。您的大嫂子好。我们家是寡妇大院。弟妹好。行了，大姨子。别问了，别问了，哪儿的事儿啊？跟您问好。全是女的，没男的。哦，也有啊，我们家男的多。搬一块儿住去是怎么着？商量商量吧。别商量了，哪儿的事儿啊？着急干嘛？问我们家男的。我问男的，男的问谁啊？男的咱问问。哎，老爷子好。您的父亲参老人家。别问了，我爸爸过去了。啊，过去了。过去了啊。过哪边去了？刚我看打那儿过去一个。哎，接手去了吧。谁呀？岁数不大，还挺绍兴。哪儿的事儿啊？说过去。哦，过去就是走过去呀。怎么过去？这种人过去那是下市了。下市了？哎，自由市场了。卖果仁儿就是吧。我说卖果仁的吗？卖香菜。谁呀？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。下什么市？下市，我爸爸没了。没了啊？没了啊？找找啊。啊？哪儿找去？哎呀，手绢没了还找着用？手绢哪儿去了还找着呢？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？那怎么找呢？想法子撒出人去找啊。再不你就贴告白条，像什么路口啊、电线杆子呀、啊、马路边上啊，贴这么大那个寻人小广告，写呀。怎么写呀、啊？没词儿啊？没有。我教给你。哦，你有这词儿？我也没有。嗯，我给你现编。好嘛，还给我现编？哎，就用这个32开的纸吧。嗯，这么大张纸就行了 啊。嗯，上写俩字“寻人”，记住了啊。啊，这人字要倒写着，这么写着。哎，干嘛还倒着写呢？图这吉利啊！走路的人们一瞧，哎，寻人得，哎，人到了，人到了，借他这口气，你爸爸就找到了。哦，图这吉利，横画一道啊，下边竖着写告白，另起一行，敬其者，且闻忠不顾身，孝不顾耻，忠则尽命，孝当竭力。乌鸦反哺，羊羔跪乳，禽兽尚知眷念父母。又何况三年给养，十月勤劳，为人岂能忘怀双亲？对，鄙人黄族民。哎，这是我。有读诗书，粗知礼义，耿耿此心，未尝忘怀。昨晚偶不留神，走失亲爹一个。干嘛还亲爹呀？是亲的不是？是。是是亲爹，是亲爹，我得写亲爹啊。走失了亲爹一个。嗯，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，通传查找外，特登报端，唐有四方，人人君子知其下落，将我全爹送回。干嘛还全爹呀？当然得全的，不全可不行啊。你会缺须短影，没水牙，没爆爪的，别要。哎，这是我爸爸蛐蛐。哎，像话吗？像话吗？不行吧。将我全爹送回者，酬谢100元；通风报信者，酬谢50元。酬金以待，绝不食言。黄族民锦白，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。嗯，注意啊，这得写名字。是你父亲多大岁数？什么模样？什么长相？穿什么？戴什么？有什么特征？嗯，最好来个小相片。是，千万别图省事，别嫌麻烦。哦，省事就是费事。怎么呢？就怕你写的简简单单啊，大笔一挥，黄族民。丢爸爸一个，有人送到家去，酬谢100元，麻烦了。是啊，什么事儿就100块钱？你想用钱的人是多的，公园里河边那闲着的老头有的是，反正100块钱一个呗。哪天都给你送个10个8个去，你说让你妈多为难，是留哪个是不留哪个？
神志不清，是发高烧65度。哎，老白干啊，这是有65度怎么多了56度？哎，56度也没有，52不什么呀？50几？你说50几？哪来的50几？也就是40来度，反正够呛。哎，是我一看怎么办呢？啊，打电报啊！给谁呀、啊？给老三打电报。对，我们三兄弟离他近点吧。老三接着电报啊，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。我们三兄弟是兔子。我说他兔子了，我说了吗？兔子、啊、是是，这还用说吗？这回来有这样的吗？这不兔子吗？心急如火，归心似箭呢。他多快也没有这样回来的。那怎么回来的？那是坐火车回来的，特快列车。哎，对了，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老三啊，特别孝顺。哎，对，他一看你父亲这样了啊，依着他赶紧送你爸爸住院去。哎，那条件多好啊。劝了半天啊，你爸爸不去。我爸爸也拧着呢，摇了摇头，嗯，摆了摆手，我呀不行了。我爸爸不行了，往后啊，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您吧。哎，说完这句话，闭上眼不愿意了。怎么回事？我过去一瞧啊，啊，好不，你父亲咽气了，哟，去世了，是，亡故了，啊，不在了，啊，没了。没有了，完了，完事了，完事大吉了，吹了吹灯了，吹灯拔蜡了，嗝了嗝屁了，嗝屁朝凉了，尿蜡尿挑子了，皮了皮两张了，土了土点了，无常了无常到万事休了，呜呼了呜呼哀哉了，踹腿了回去了，俩六一腰眼猴了。你说死了不就完了吗？整个这人都死了，那要死可不整个死啊！我一看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赶紧奔厨房干嘛去？叫你大哥去。他干什么呢？正在熬粥呢。哦，做饭呢。大哥，大哥，完了，别熬了，别熬了，老头完了。嗯，啊，老爷子死了。你哥哥一听，当时哇，哭了。有这么哭的吗？哇，撕得够远的。泪如涌泉，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。哦，对对对，没这么大声音，那可不，也就是啊，没有词儿，我词儿也不行。我说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？一你呢？掉眼泪没声音。哦，对对对，掉眼泪没声音。哎，你哥哥一难过，鼻子一酸啊，吧嗒吧嗒吧嗒，一共掉了11个眼泪，俩眼睛掉11个眼泪。你哥哥是大小眼儿，我说的。小眼子，哭了吧？你就说哭了吧。就这功夫啊，你们姑奶奶来了。那是我大姐。你大姐那年大概有个30多岁了，37了。她在西城住。对，你们住的是东城奶子府，那是我们老宅。听说老头病重啊，特地坐车由西城赶到东城。嗯，到这儿一下车，
就听里边哭，准知道老爷子不好。就是你们大姐一进院子，泪如雨下，放声大哭，能不哭吗？我们大姐是驴呀，就别嘟嘟了。我们大姐是驴什么？大姐一进门，院里那驴正叫唤，她瞧那寸劲儿，这是乱了。哎呀，连哭带叫啊！得得得得得，先别哭，先别哭，啊，驴牵走，别跟这儿捣乱。行了行了，别提这驴了。现在这不是哭的时候，就是啊，得记着事儿办呢。对啊，赶紧把存的那几匹大五十的白布拿出来，找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帮忙裁孝衣，都穿上孝。是，我也穿上吧。啊，我来个漂白大褂。啊，不不不，脱了，脱了，脱了。你是我们家什么人呢？穿漂白大褂。那姑爷才穿漂白大褂呢。不不不不，这没你的，这没你的啊。我怎么着？你怎么着？你非穿不可呀？我得穿呢。啊，你呀，啊，来个小帽子，小帽子上面来俩红绒球。我撕火去啊，你要穿就这个，你穿不穿吧？我不是你家人，我甭穿了。你看这又不穿了，多穿点孝。嗯，给亲友们报丧送信儿。对，门口写上树报不周，贴在左边，立上挑钱纸，这都是该办的。哥几姐几个，咱们商量商量，这趟白事怎么办呢？对呀、啊，我说完了啊。你大哥擦擦眼泪，站起来了，是，伤心了，怎么办啊？这还不好办吗？有这么句话吗？怎么说呀、啊？穷人不可富葬，富人不可穷埋。依我说呢，简简单单的，让亲友们、街坊邻居看过眼儿去就得了。哎，往后。咱们不还得过呢吗？这是想省点钱。我一听我就明白了，什么意思？你大哥憋着分家呢。哦，老三说我不同意。什么叫穷人不可富葬，富人不可穷埋啊？这东西都是老爷子挣的，老头这一辈子不容易，不分家全卖了办白事。哎，老三多孝顺。大哥说，哎，老三你干嘛你啊？老头活着时候你干嘛去了？活着不孝，死了孝，这会儿嫌你啊？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我说了算，你说了算。老三说：“大伙儿研究，我这不是提个建议吗？甭提建议，煮不了一边待着去，甭他妈跑这儿装这份孙子。”哎，这什么话？这是老三说：“哎，大哥，我说的不对，没关系。什么叫装孙子呀？这是，咱们一奶同胞，姨娘肠子爬的，我是孙子，你是什么呀？”哎，我一听老三这话茬子，这钢口啊！说你大哥是孙子吗？行了，你就别瞄了。他给我带这信儿，我怎么办？你劝呐，劝啊，这没法劝。怎么呢？有这么句话吗？怎么说？清官难断家务事。也是，没法劝。我先听着吧。你看，还听着，旁边听着。嗯，我有一毛病。什么毛病？爱扎滋味。怎么扎滋味啊？大哥骂老三装孙子。老三不吃亏，绕着弯说你大哥是孙子。我一想，你们是哥仨呀，你行二，那哥俩都是孙子，那我也是孙子呗。刚才给我捎这信儿，扎滋味儿，冲你这扎滋味就不是东西。你赶紧劝嘛！我得劝，那可我赶紧站出来了。嗯，我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啊？看着街坊邻居笑话，真是的。大哥别生气，你别生气。老三别圆圆，谁别多废话，谁再多说一句废话，我是儿子。好嘛，合着我们哥仨全是你儿子啊？起誓，我起誓啊！起誓你也得是孙子。对，谁别多废话。嗯，谁再多说一句废话，我也蹲着。不，你蹲着行吗？你得是孙子。我犯不着起这事。你看这又不起誓了吧。我说大哥老三大姐，嗯，你要信得过呢，这件事啊交给我办，又得省钱又得好看，家里外头都让他满意。哎，都知道你能办事儿吗？我也不行。是啊，我也不行啊，我也得找朋友。是，记住了啊，啊，这红白喜寿事啊，你要没有内行，白花钱办不好，这是实话。那次虽然说花钱不多呀，啊，很对得起你们老爷子。
是我听说办得不错。要说你父亲这一辈子啊，老头不易，就是那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，以致年老气衰，心脏之症痛觉剧烈，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肖龙友、孔伯华、汪凤春、杨浩如、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都请到各大名医临床会诊，结果是医药往效。你看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，他老人家与世长辞，西方接引，够奔极乐世界去了。行不行啊？报丧讣文传出去，各界亲友前来吊唁，是送来的花圈、帐子、挽联、纸盘子是不计其数。这是人缘。要说你父亲这身装过啊，装过懂吗？那叫死人穿的衣裳。哎，不是一般的啊，顶子、领子、普褂、朝珠、袍套、靴帽，不是。他那是生前亲眼看着做的。哦哦，因为你父亲他信佛呀，对，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。哦，掐金边，整部金刚经、陀罗经背，漂白布的高筒水袜子，蓝呢子盘金线，厚底儿的夫子履，他就爱这个。再说你爸爸那口棺材，是和这棺材这格局，那个哎哎哎哎哎，这是棺材吗？这不蛐蛐过螺吗？有这么比划的吗？他这么大棺材，我比得过来吗？谁让你比划了？说不就完了吗？这棺材讲究，哪儿买的？北京前门外打磨厂，那叫万亿祥木厂的货。都说那儿的货好。这个材料叫金丝楠，对，挂阴沉里儿。是棺材来了，上三道大漆，挂金边，头顶福字，脚踩莲花，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扁字，那是我父亲的名字。每一个字啊，都这么宽，是这么窄啊。上写清风，清风俩字得用红色，是清风登侍郎，皇太公会世人。我爸爸皇世人呢？怎么回事？入殓，入殓懂吗？啊，死人装棺材。入响殓，还入响殓，吹唢呐啊，晚七点钟入殓，是八面大铜锣。哦，这么大这大锣。哦，咣咣咣咣咣，敲的是震天震地，敲的人心忙。阴阳声一报，吉时一到，掐尸的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的尸体，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，这叫长子抱头。走，起家伙，师傅吹。好，哒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哒滴啦哒滴滴哒，算戏的。是，我不知道吹什么牌子，你不知道就别瞎吹。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？那叫接三经，放焰口。是，请来四十名和尚，嗯，高搭法台超度亡魂。哦，念经好，六张八仙桌子摆这么一条，嗯，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，嗯，有吹管子的，嗯，有吹笙的，是有打那九音锣的，哦，还有敲铜镲铜钹的。对，那铜镲一敲，这声音，哗，切哗。切垮切垮切垮垮，还真是这份儿。当间坐着一和尚啊，戴着五佛冠，是帽子上戴五佛冠啊，五个小佛爷，知道吗？那叫大帽。哦，他戴着念，是念什么经啊？什么经？咽口施食，开十六本经。哦，一边念经啊，一边扔这么大那小馒头，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，喝，念得热闹。哎，您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老和尚念经？学吗？小小可以，问题是全小不行。怎么着？就小一点儿。哎，来几句就可以。有几句啊？啊，咽口诗十十六本，头一篇这词儿我先说说。啊，您念叨念叨。说这词儿啊。啊，道场成就，镇济疆场，斋主虔诚，上香设拜，坛下海众，聚阳圣号。这前六句。哦，来试试啊。咱听听。行。道场成就，镇济疆场，斋主虔诚，上香设拜，坛下海众聚扬声号，苦海滔滔孽自招，迷人不行半分好。世人不把弥陀念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世的功德在若明相，在身赵清，赵清王陵来赴会，臣子上莲台一心朝，请爱。
今听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了不惊。时不得在若明，相在身赵青。赵青啊，清风登次郎，踹死狗，压死耗子，踢死猫子，金小来上大路马时哎，我。你这是念完经打和尚啊？好嘛，念完经打和尚，搁这儿了。你怎么回事呢？你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什么乱七八糟？没告诉你就前六句嘛，你不拦着可不乱了吗？哦，合着这还怨我？不怨你啊！哎呀，每七天念一次，嗯，迎七经、二七经、三七经，搁到七七四十九天，禅道翻译轮班来，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，一般人谁请得来啊？出殡那天呢？啊，正赶上个好天。是啊，在你们家门口立三颗白沙糕，哦，院里搭起了七几的天棚，门口是钟鼓，二楼过街牌楼是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，正当中写三个字：当大事。对，孔子曰：“为送死者以当大事。”不错，鼓乐喧鸣，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。嗯，早晨九点钟发引，连放三声铁炮，请来文官点主，武将祭门。您听听，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京官请出门外，上小杠四十八杠，后换大罩八十人杠。嘿，杠夫满都是红缨帽啊，绿嫁衣，剃头洗澡，穿靴子满穿套裤。八十人杠换三班，240人，我都排上。这个大殡啊，摆开了一字长蛇，五里地。嘿，最前面是三丈六的明镜幡，啊，上写你父亲的官衔，前呼后拥，接着是纸人纸马。哦，有开路鬼，打路鬼，英雄斗志破豪图，有方地方向，哼哈二将，秦琼敬北，神书玉律，四大门神。嗯，杨觉哀、左伯涛、伯夷叔齐，名为四贤。好，纸人过去啊，提罗伞山奏大乐，两堂彩谱，一顶引魂轿，有军乐队，哦，铜管乐、打击乐、管弦乐、铜音、法鼓、子弟文唱，七个大座在家庙。瞧瞧，松豪、松鹤、松亭子。好。花幡花轿子，金瓜月鼓朝天灯，鹰鼓鹰幡鹰照鹰，嘿，肃静回避牌一样50对，嗯，黄缎子绣花伞一堂，上绣金福字，瞧瞧，飞龙旗，啊，飞凤旗，飞虎旗，飞豹旗，飞镖旗，飞熊旗，飞鱼旗，飞鳌旗，四对香幡，八对香伞，有尼姑20名，道姑20名，潭柘寺的和尚60名，白云观的老道40名，雍和宫的喇嘛40名，童子学柳150对，小男20对，花圈400对，挽联400对，中间有影亭一座，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儿，啊，各界亲友送殡的2000多位，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，两个白帷帐，俩人架着你哥哥，俩人架着你兄弟，这哥俩头戴麻冠，身穿重孝，手拿哭丧棒，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，哥俩是泣不成声，能不哭吗？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，哦，一把纸钱节节高，刷三层开花满天星，叮叮叮叮叮叮，这是关照过来了，哦，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，叮叮叮叮叮，八十人杠刷刷刷，抬的是又平又稳，我起去。关照过去，后边有60辆洋马车，车上是家属女眷跟着送殡。哦，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，是从东城奶子府你们家把这棺材抬出来，由东城奔南城，由南城走西城，由西城到北城，转遍了北京49城，溜溜转了一天，一直到下午6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了你们家。